那我想蔡总统到下个礼拜天520之前，目前已经是执政了，下礼拜六就是已经执政将近7年的时间。那国政基金会今天特别利用这个时间来检视一下过去蔡政府对于种种的施政对人民的感受到底是如何。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呢，由我们董事长率队还有我们各大召集人都会来到我们的现场，特别来解析数字背后到底还有哪一些的社会意涵。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所公布的，我可不可以在旁边，我们的国政基金会长期就是看这个趋势啊，从过去几个，从几乎可以从一年过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民众最关切的有关于我们的这些整个的施政的问题里面呢，这个蔡政府的十大烂政，我们可以根据网络的讨论，第一个就是治安非常的差，特别是有关于我们的诈骗，还有呢，我们的物价非常的高。包括我们的蛋价，我们的南蛋北送，还有我们整个的大家这个市井小民每天去上菜市场的时候就完全充分感受到这个物价啊。然后呢，我们的两岸问题，然后呢，断交已经创了新的记录，我们的能源政策大小停电不断，然后呢，不缺电谁相信。当然还有包括我们的绿色黑金，我们的高房价，我们的疫苗政策，还有我们劳保到底会不会破产，还有当然很多家长所关切的我们的新课纲到底有没有办法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个网络的声量，就成如我们刚刚所揭示出来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就今天我们最大的重点，那国政基金会特别跟爱普罗民调公司共同合作，我们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民调啊，在5月6号到5月8号，然后的有效的样本数就是1071份，然后政务标准差在正负3左右，然后呢，这是一个完全非常符合公平公正，然后来看看实际民众的感受到底是如何。那有关于经济民生大家最关切的啊，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过去连续3年已经是接近超过2%，这是过去20年没有的，除了在2008、2009的金融海啸之外，你可以看到过去20年我们的 CPI 是很少超过 2% 的。那可以看得出来，民众几乎有 95.6% 的人认为对物价的波动的感受是非常非常有感的啊，几乎是从二十岁以上大家都是有这样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乎有对于近3年整个家庭经济的一个状况，有超过1/3的民众认为整个的经济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变差的。那当然有57.2%的人是没感觉，有感觉的都认为是变差。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对于未来，过去往事已矣，对于未来台湾经济的景气的预期哦，几乎有一半以上都对台湾未来这一年的经济感到非常的悲观，特别是40到59岁这个中壮年承担起全家的照养的一个责任，他们对未来一年台湾是充满了一个悲观的。那当然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国民党非常在乎的能源的一个政策，因为大家知道没有能源的安全，不用谈到我们的国安、环安跟我们的经济安全。那大家怎么样看待呢？对于今年夏天的用电量，几乎是有 62.2% 的人是非常担心停电，而且我比较个人比较悲伤的是，都是集中在高屏地区、高屏棚，几乎将近70%是非常担心的，真的是跳电跳怕了，小动物真的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呢，对于我们这个非核家园的这个能源转型的代价，将近55%的人是不接受大规模的以农地来种电，然后呢，当然也不认为应该用提高火力的发电，这都是一半以上的比数啊。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对于现有的核一电厂的研议能够稳健减核的支持度，大概是68.8%，几乎70%的人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已经完完全全知道2025年蔡政府的这个能源政策已经确定会跳票，再生能源要求20，目前只有8.6，这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那民众需要能够自己来想办法解决，所以你将近有70%是认为这个现有的核电是应该来做一个研议的。那有关于劳保的一个基金啊，精算的结果啊，你会发现这是来自劳保局的资料，他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们算出来几乎在2026年的时候就会破产。那2020年的时候，他们所公布的资料，因为呢每年拨补200亿，所以可塞个牙缝，所以他们认为可能是在2028才会全面的破产。但是我们每一年都有这200亿来拨补吗？这是劳保局所的精算资料。然后呢，是否担心会领不到劳保金？大概有60%，59.5%的人会担心领不到。而且各位，你看看这个数据，越年轻的人越担心领不到。你看，从20岁开始到59，越年轻的人，我都认为说距离比较遥远，可是反而是这个族群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未来出了社会之后缴了这些钱，未来领得到领不到，他们所表达出一个非常大的焦虑值啊。那有关于空污的问题哦，我们从 Nature 杂志里面可以看出，当然你这个空污会造成我们的慢性发炎，导致癌症，对身体当然是非常的不好。但是呢，我们民众认为对于空气品质的感受里面，有60%认为这么多年来我们所强调的，他们认为空气是变差了。66%的人空气变差，同样的在高频棚都认为比过去来说是更加糟糕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治安的问题，我们刚刚说它是在我们网络声量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那你会看看我们网络诈欺是大家目前最关切的，而且这就是咱们这一年来整个财产损失超过了20.9亿，我们的政府到底在干什么？导演，你会发现几乎有60%的民众他们认为是治安是更差的，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有感。然后对于下面对于教育的议题，课纲 A08 的课纲也是让任何很多人认为课纲改了老半天，到底对我们的竞争力是不是有提高？你看看满满的课程，然后你会发现还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规准哦。你看有47.0%的人不认同，而且是30岁到59岁，大家可以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年龄层。30岁几乎就是开始小朋友要进入小一，幼儿园要进入小一，50岁就是进入大学甚至研究所。所以这一群家里有孩子的家长都会认为108的课纲改来改过去，对于他们是否竞争力的提高，是将近47.1%的人本身是不赞同的。好，那对于两岸的议题重中之重哦，来我们来看一下，70%的民众都认为两岸的关系变差了，70%的民众认为两岸的关系变差，特别是50到59岁人是充分的焦虑。然后呢，你会认为是否担心重大的冲突或是战争？57%，超过一半以上认为绝对会担心两岸的冲突，特别是50岁到69岁这个族群，因为已经是安身立命，已经是各方面的基础都已经非常稳定的状况之下面，他们岂比谁更担心两岸因为这样而发生的战争的冲突？好，施政的满意度，这最后当然要特别提到。你会发现，我们蔡总统在520下礼拜六之前，我们严正的告诉蔡总统，你的不满意度是高于你的满意度。那我们的陈建仁，我们的微笑天使，我们的陈建仁副总统，昨天执政超过100日，然后你会发现，你可以看出我们的民调绝对是公平原则，因为他的满意度高于他的不满意度，好不好？我们的陈建仁总统他的满意度高于不满意度，那我们的蔡总统不满意高于满意度，希望这样的结果不会造成他们两个之间有任何的不一样的争执。但是我还是要说，一般人都认定我们的陈建仁副总统他是来自于过渡的内阁，是否因为这样对他的标准的要求会比较降低，那我想我们有各自不同的解读。那总而言之，这是我们跟艾普罗所共同合作所制作的这样一个民调。那民调背后里面到底显示什么的意涵，那是才是我们今天真正要来让大家知道的。